叔叔阿姨们好，我又来了。我是你们女儿的男朋友。去年中秋节呢，我答应过，今年过年一定要再录一个视频给你们。那今年也快过年了嘛。我想说的是，我还是不能回来。如果叔叔阿姨们你们想看我的话，就去爱奇艺追我主演的《绝世千金》。在这里给叔叔阿姨们拜个早年，祝你们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一定要健康，还有记得追我的剧。等到了今年中秋节，那我再想一个别的。天天刷微博，转发分一亿，新年锦鲤之王就是你。天天刷微博，转发分一亿，新年锦鲤之王就是你。